这首《调剂万年红》是快乐仙童和何仙姑两位仙佛共批的赠训，是在今年正月初三所批的。天恩师德感心田，时时的牢记己愿谦，乾坤两道明道言，恭喜恭喜生生言。天恩师德啦，感怀在心田，时时要牢记自己所发的愿力，也要明白自己的过谦啦。乾坤两道明白道理来研究，在新春时间呢，恭喜恭喜，大家互相恭喜啦。慈悲的容颜在眼前，可爱的弟妹喜相言，大家流露出慈悲的容貌啊，这种容颜啊就在眼前，大家都流露出这样慈悲的容貌了啊。仙童说我们都是可爱的仙兄弟妹啊，大家欢喜的相逢的这种容颜啊，天堂景象已望空，已望空，当下展现。我们离开天堂很久了，天堂的景象都已经望得很空了啦，望空了啦。但是当下在佛堂里，不也展现出这种天堂的美好吗？好的开始在心间，岁岁月月万万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嘛。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，一开始就在佛堂参与圣班呢，所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在我们的心中呢，岁岁月月万万年都应该保持这一份的美好。天是人办卖到钱，天时紧急见工签呐，上天的大事要靠人来办呐，好好的迈步迈道向前呐。天时很紧急，也是要把握佳期良辰，好的建功立德啦。普渡佳期时有限，同心共伴心相连。大概普渡的佳期良辰也是有时间性的，是有限的，所以好好的珍惜把握，同心同德共伴幕后这一场，心手相连。第一段是快乐仙童所批的，第二段是何仙姑所批的。往事难以回忆前，过往的错即是改变，良知良能情呼唤，恭喜恭喜生生言。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啦。啊，往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只留在心中是一个回忆啦。但是过往的过错呢，最重要的是及时来改变，改恶向善。良知良能要勤加呼唤，启发我们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大家在道声恭喜的时候，也有一种另作心明的一种自我振作了。天恩与师德普照者，共沾了恩典肩并肩。天恩师德普照着我们所有的人，都是共沾了上天的恩典，所以能够肩并肩来这里同修共伴。所以呢，要手牵着手奋发前，奋发前显美好一面，大家把握佳期良辰，同心同德，心手相连，共同奋发来向前啦，显现出生命美好的一面，心心相印万万年，天堂即在人间现。大家彼此拿出天心来，都可以天心映照天心啦，万万年就是永久的，天堂不就在人间显现了吗？大家翻出天心来，不就是人间的净土，人间的佛国吗？内德勤修莫敷衍，自信做主莫缓言。大家勤修内德，这要事情要看重啊，培德培德再培德，不要敷衍了事啊，自己的自家真主人自信要当家做主，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时不待人啊，是非好坏即分辨，佛子满载回礼天，最终就是理路非常的通透明白，明辨是非对错好坏，认理归真，依理而行啊，最终能够载满佛子一起回返礼天故家乡。调集万年红
天恩师德感心田，四时的牢记记冤前，乾坤两道明道言，恭喜恭喜生宣言，慈悲的容颜在眼前，可爱的弟妹喜相言，天堂景象一望空，一望空，当下再见，好的开始在心间，岁岁月月万万年，天使人般卖道歉，天使经济见工钱，普渡假期是有限，同心共伴心相连。往事难以回忆前，过往的错即是改变，两字两能心互换，恭喜恭喜生神言，天恩与师德普照者，共沾了恩典肩并肩，手牵着手分发前，分发前，先没有一面，心心相印万万年，天堂即在人间现，内的锦绣莫敷衍，自信做主莫还言，是非好坏即分辨，佛子满载回离天，佛子满载回离天。